mommy.妈咪们进来帮我分享一下，进来帮我分享一下哈。Hello， 各位妈咪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今天来上一些新款，进来的妈咪们帮我分享起来。今天有上一些新款，妈咪想要看什么东西，尺寸帮我打上。想要看上衣或是外套，然后或是裤子，尺寸都帮我打上。想要看什么东西都跟我讲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Hello， 各位妈咪们，来先给你们看一下，有一款那个上衣。有没有妈咪们想要那个喜欢这种上衣的？这种水貂绒的质料，质料超级柔软，超级舒服的。尺寸这一款现在剩下110、120、130、140。Hello， 妈咪们 ，Hello， 新年快乐，各位妈咪们，新年快乐。来，帮我分享起来，哦哈。来，这件290而已，尺寸110、120、130、140，290一件而已。水貂绒质料，超级无敌舒服的。整个你穿上以后就一直想要摸，因为质量真的超好的哈，290一件。来，各位妈咪们想要看什么衣服，尺寸、质量、尺寸跟那个款式都打上来给我哈。再来一件这个生日熊，超可爱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不是贴布的，所以洗了以后，它这个熊熊不会翘开。不会掉下来，因为它不是贴布。来，生日熊超可爱的哈，毛毛的质料，毛呢的质料哈，质量很舒服。尺寸80、90、100、110，290一件，很可爱的生日熊，290一件而已，妈咪们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新的一年。然后有想要看什么？尺寸什么都跟我讲一下，来，今天的新款给大家看一下，草莓，红色的草莓，针织的质料，算是稍微有点小小偏厚的针织的质料哈。来，尺寸80、90、110、120，哈。290一件，像这个很适合里面搭一件有翻领的内搭在里面，然后把翻领翻到外面，很好看。尺寸80、90、110、120，290一件，草莓很可爱哟，290一件而已哟，很便宜。爸妈，我的东西真的很便宜。然后还有一款这个。两个颜色，这个尺寸也是80、90、100、110、120，也是290一件，这一件针织的上衣，各位妈咪们要什么款式，要什么尺寸，都可以先打上来给我，然后过年到啦。来，这一件过年到啦，红色的兔毛毛，然后中间一圈珠珠，很贵气，很可爱，而且是毛呢的质料，这个是做毛呢的质料哈，质量很好。来，尺寸80、90、110、120，
390一件，390一件，很美很美。像这一种啊，就是内搭，你穿一件粉色、白色、黑色的内搭，像我这样子搭在里面就很好看了。外面再穿一件，非常适合。Hello， 小晴妈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像那个这个外面很适合搭长版的大衣外套。来，进来的妈咪帮我再分享一下，进来的妈咪再帮我分享起来哦，哈，这一件。390一件而已，390一件而已哦。然后它这个红色的，它还有一件粉色的。粉色的也超级无敌好看的，很贵气，很贵气。来，尺寸，现在这个尺寸是下80。80、90、100、120，来，这个剩下80、90、100、120，兔宝宝的粉色兔宝宝，质量也很好，毛呢的质量超好的，也是一样很贵气的。来，各位妈咪进来的，再努力大力用力的帮我分享一下，不然人数太少了，我都没办法卖了。80、90、100、120，还是我今天我比较早播嘛，也还好吧。我想说今天的人数怎么少，也是一样390一件，390一件。质量绝对保证好哦，质量绝对好。来，这一款蝴蝶结的，蝴蝶结的毛毛的质料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立体的蝴蝶结，下面有做纱裙的，很可爱很可爱。这一件来80、90、100、120，也是一样，80到120，也是一样，390一件，质量很好，质量很好。妈咪们喜欢的都不要，不要那个，不要想，直接喊下来，直接喊下来，因为我的质量都很好，那价钱都非常非常的便宜。然后这里有小尺寸的妈咪吗？对，这个剩下80、120、110、80、100跟120，这一件有一点复古风的感觉，然后它的连它蝴蝶结啊吼都是做绒布的，蝴蝶结都是做绒布的吼，做的比较复古风的感觉，内里是铺厚棉的。尺寸80、100、120、290一件，290一件哈，很可爱，非常非常可爱。它后面还有做这个，很可爱。80、100、120，290一件而已哦。然后这件黄色的这一件，这个像黄色的小花，然后里面也是内里是。有铺棉的，也是厚款的，剩下这一件剩下80跟90，剩下80跟90，也是290一件，小裙子290一件而已，我的价钱超便宜。说真的，冬天的衣服啊，好290，你可能只能买到就是一般的 T 恤而已。对，我这个290一件而已，有喜欢吗，妈咪们？此次都可以抢下来，因为超便宜，哦。然后这一件来超可爱，这个颜色做的超可爱，粉色蓝色欸，做超级无敌可爱的，也是厚款的内铺棉的，厚款的内铺棉了。这一件剩下最后一件全光了，尺寸是80的，有没有小尺寸的妈咪？尺寸80的，这一件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全光了，390一件，尺寸80的，好，妈咪们想要看什么款式都可以先跟我讲哦。想要看外套，想要看上衣，想要看什么都可以先跟我讲，我就先拿出来给优先为你们介绍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一件今天的新款，做一个蝴蝶结，它这个就是做一个比较简约风的，对，比较简单。然后可是它下面的这个裙纱裙又不会那么的无聊，很可爱。尺寸也是80、90、100、120。
390一件，390一件，外面是做毛呢的织料哦，毛呢的织料，织料很好，很舒服。毛呢的织料，像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一种小裙摆，可是又不会很浮夸的大蓬纱，就是下面有一点小纱。来，尺寸80、90、100、110、120、390一件，390一件哦。背心裙，背心裙。今天有到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大象外，现在80、90、100，来这个大象的外套很可爱，粉色大象的外套很可爱，然后帽子，这样子的帽子，这样子的帽子很可爱这一件，然后内里哦，它有做扣子，然后内里它是做有这种铺后面的，质量很好。来，这件也是390外套，剩下80、90、100三个尺寸，80、90、100三个尺寸。来，这个大象这种那个羽绒外套有没有妈咪喜欢的？这件超级无敌可爱，有羽绒外套有没有妈咪喜欢？80、90、100剩三个尺寸，390一件而已，390一件，我卖的真心便宜，真心便宜。哦，来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，这个帽子可以拆，它是有拉链的，帽子可以拆。哎，390而已，这个帽子可以拆耶，80、90、100三个尺寸，真的很真心推荐，真心推荐。来，有妈咪想要看什么款式都可以跟我讲一下，想要看洋装、外套、上衣、裤子都可以跟我讲一下哦。这一件给我放去哪里了？脆鸡雷。来这一件，娟娟马外套对不对？大象外套，来娟娟马，来给你截图。这件大象外套真的超级无敌，最小的都80，对，没错，雅竹妈咪，对。我的尺寸最小是从80开始。来，这件上衣很可爱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你看一下，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上衣，它做这样子的吊牌，我先给它收起来。来，它做这样子的，然后胡萝卜是我自己别的，它是一个别针，所以你想要别到其他地方都可以。胡萝卜想要别到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哈，然后他还有送一个包包，他还附一个包包，兔宝宝的包包很可爱吧？兔宝宝包包，包包内里也是铺棉哦，连包包内里都是铺棉的，厚款的，这个也是里面铺棉的，这个尺寸剩下80跟90两个尺寸，剩下80跟90两个尺寸，很可爱，390一件，这件390，外面是 QQ 毛的质料 ，QQ 毛的质料，那里在铺棉的厚款的厚款的哈，剩下80跟90两个尺寸而已了。这也是今天的新款，这件我超级无敌喜欢的，超可爱。来这一件，之前我女儿有在粉专穿这一件很复古的颜色，复古黄很美，质料超级无敌好的，内里铺棉，外面这个质料也做超好的，而且我要跟你们讲，像只有比较好的洋装，它会做这一种很漂亮的打折，这种打折只有比较好的洋装会，一般的洋装不会做这种很漂亮的打折哈。来，后面也是有做这种很漂亮的打折。质料做得很好，来这件390而已，剩下尺寸剩下80、90、120，剩下三个尺寸80、90、120，超可爱，超可爱的，
这一件复古黄啊，在那个我女儿她在粉专的时候有做穿搭，这一件穿起来效果超好，而且因为它的样式其实也很适合过年的时候穿，不会说过年只适合红色，它的样式过年的时候也很适合。来这一种，我这件是刚有介绍过了，我忘记了，再介绍一次好了。来，毛毛的织料立体的蝴蝶结，这一件下面小蓬纱，尺寸80、90、100、110、120、390一件，像这种就是里面搭一件我身上的这个样子的内搭，黑色白色都可以搭齁。如果你也有重粉色也可以搭。来这一件一样390一件，很便宜。来这一件草莓的立体草莓，外面是做这种毛呢的织料，水貂绒的织料，内里也是铺棉，领子也是做毛毛的织料，织料做的超好的，很可爱的草莓洋装，尺寸90、100、110、120，一样390一件哦，很便宜，而且这一个草莓做的超级无敌好看的，立体的草莓。这个草莓做的很精致，尺寸一样90、100、110、120、390一件。妈咪们想要看什么赶快打上来给我。我都不知道我要介绍什么了。哎，对，来，有小尺寸的妈咪吗？因为我这一件剩下最后一件，尺寸80，这件剩下最后一件，尺寸80，立体的草莓，给你们看一下立体的草莓，尺寸80，290一件，这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全部都卖光光，所有的尺寸都卖光了，草莓的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尺寸80，290一件而已，290一件，有妈咪喜欢吗？因为这个草莓做的真的很精致，很可爱。妈咪们还想要看什么的？80、90、110，来，这一件厚款的裤子，有妈咪需要厚款的裤子吗？这一件花花的厚款的裤子，内刷毛，尺寸80、90、110，三个尺寸，80、90、110，三个尺寸，花花的裤子，内刷毛，这一件也是今天的新款，也可以喊哦。来哦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啊？来。草莓洋装110，好 ，BB 妈咪，来 ，BB 妈咪来，草莓洋装这一件对不对？给你截图，有哈，有截图哈 ，BB 妈咪记得要私讯我，长版外套吗？有，也是110的尺寸吗？长版的外套 ，BB 妈咪，这种的外套会喜欢吗？这种外套你有看过吗？之前我有出过这个草莓的立体草莓的口袋，很可爱，草莓的口袋超级无敌可爱的。然后后面它的帽子是这样子的帽子，很可爱。然后重点是它里面内刷毛，里面整个内刷毛，中间再夹棉。这件外套我只卖490而已，非常非常的便宜啊 ！BB 妈咪，谢谢你，思绪很快。来，这件长版外套你有喜欢吗？这一件有110，尺寸有110的这一件草莓的外套，
我自己超喜欢的，因为它的它够保暖，而且超可爱的，超可爱。110的外套好像。都剩130的外套啊！今天有到一款外套，但不算长版的。今天有到一款这个外套，质量超级无敌好。来，这个外面整个是做软的，很舒服，而且它是厚的厚款外套，内里又铺棉，内里又铺棉。然后呢，这个。口袋的地方做得很精致，后面超级无敌可爱的，超级无敌可爱，兔宝宝的粉色格子，兔宝宝这一件超可爱，490一件而已。来，这一件很可以看，尺寸80、90、100、110，尺寸80、90、100、110，这一件真的做得很精致，这个已经是我追加第三次了。对，因为这件卖的非常非常的好，我已经追加第三次了。我很少会有去做追加的衣服啊、外套啊，什么都很少追加。这已经只有，而且这还追了第三次了，很可爱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然后我推一件这个外套给大家，这一件羽绒的外套，而且它是厚款的羽绒外套，帽子。这样子超级无敌可爱的，而且帽子可以拆，帽子是可以拆的哦。吼，这一件粉紫色的，手袖里面有做黑色的缩口手袖，下面还有做这一种。这个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尺寸90，剩下最后一件了，490，也是全光了哈，尺寸90，剩下最后一件喽。这件套装在哪里？兔宝宝有长版的吗？ BB 妈咪，我兔宝宝的长版啊，没有你的尺寸，尺寸都有点大，剩下100跟130，我长版那个兔宝宝啊，尺寸剩下100跟130，所以我才没有拿出来推你。对，尺寸要100跟130。来，这一件也推荐给大家，这一套剩下最后一套。没有了。来，这个里面是一件背心裙，然后是铺后棉，外面毛呢的质料也是软的，很舒服的毛呢的质料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件小外套，这样子的小外套，一整套。这一套尺寸是110的，也是我全部都卖光了吼，这一套尺寸110全光了，也是490一件，里面外面。裙子再加上外套，一整套490，手袖还有做这个白色的毛，来一套490，尺寸110。有喜欢这个橘格套装，妈咪都可以喊，因为这个真的很划算。像这个外套在外面买490都不一定买得到，那我就是一整套卖490，买过一次的妈咪就会知道我的东西有多棒了。来推一个这一个，尺寸现在80、90、100、110，内里铺后棉的，这一件粉色的也是超级无敌可爱的，390一件而已，尺寸80、90、100、110，390一件，很可爱哦，很可爱。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外套，80、90、100、110，来这件外套。红色洋装都比较短，如果只穿裤袜也可以吗？那个子涵妈咪，100版大吗？BB 妈咪，我量长宽给你好不好？我量长宽给你，你看一下可不可以？这样比较准。然后那个有红色的洋装，雨薇妈咪，那个我等一下拿给你看。然后子涵妈咪，我跟你讲，以我这个妈咪的个性啊，吼。我都只会直接穿裤袜，
对，他的那个像洋装那个，就是稍微做比较短版的。但是以我这个妈妈的个性啊，我都只会穿直接穿裤袜，我就里面不一定会不太会再搭，除非他有短到就是在屁股上面，不然的话我都直接穿裤袜。一位妈咪要看红色洋装的那个八十代表，来，来推你一个。一位妈咪，这件你有看过吗？复古的厚款的红色格子，里面是加厚棉的铺棉的复古风，这一件很可爱。然后后面还有做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，这一件290，80跟100码都有，80、100、120，这一款现在80、100、120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然后那个290那一件290，然后我找一下我的皮尺，哦，皮尺在这边。来那个兔宝宝的那一件啊，那也包皮呀，被我卖掉了吗？啊，我兔宝宝的，你家？强度52。比比妈妈，那个长度52，腰宽42，长度52，腰宽42，也是有盖到屁股，对，它有盖到屁股，有盖到屁股。娟娟妈咪，你的80+1是什么的80+1？哪一件80+1？娟娟妈，哎，圆圆买80码到100，不是，是这一件剩下80、100跟120，对，然后娟红色的不要，那娟娟妈，你说80+1是哪一件80+1？整个搞不清楚哪一件80+1，粉色吗？这个吗？娟娟妈，你是说这件吗？我有点搞不清楚那个关键字，帮我打一下。这个是粉色洋装，粉色小洋，没有90哦。对，雨薇妈，那件没有90了，那件没有90了。如果你要90的话，来，我推你别款。来这一件。这件有90，来，鱼尾马，这件有90的，80、90、100、1、120，80、90、100、1、120，也是厚款的，很特别，是它的领子是做一个蝴蝶结，然后它还有附一个小包包，过年装钱钱小包包。来，这一件有80、90、100、1、120，80、90、100、1、120的，390一件，这件390的，质量不一样，对，质量不一样。来，这件390，这一件是蝴蝶包包羊，好了，包包羊，红色包包羊。如果这件你可以的话，这件也有90，红色包包羊。然后，娟娟妈，这件你有看到吗？这件那个，这件你有看过吗？黄粉色蓝色的配色，超级无敌可爱的，这件剩下最后一件全光了，也是厚款内刷毛的，厚款内刷毛的，这一件全光了，390一件，尺寸80，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全都光了，没有了。对，这件你可以看。然后这一件黄色的也是一样，厚款的，也是有内刷毛，黄色的。这一件尺寸有80跟90两个尺寸，80跟90两个尺寸，很可爱。前面是一朵黄花，小黄花，向日葵吗？小黄花。来，尺寸有80跟90， 80跟90 290，这件是290的，黄色的，很亮眼，290一件，290一件。我有一个沙沙球的，卖光了吗？应该卖光了。兔子可以看一下吗？谢谢，尺寸可以。好，来，那个 BB 妈咪，
来是这个，它是长版的，然后呢口袋是有做这个，后面是兔子的，这样子的厚款的，厚款的这一件，这件是490的，490长版的490，很可爱，这件也超级无敌可爱的，290的小孩可以，等一下哦，娟娟马来，我先给你，来娟娟马，这一件黄色的对不对？来这件你先帮我截图，然后余威马来这件给你看一下，这件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后面是长这样子，看得出来吗？不是这个吗？红色的吗？这一件200哦，来，你说这个吗？红色的，毛呢的织料，复古风的毛呢的织料，这件，这件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很复古风，我就很喜欢复古风的衣服，颜色我也很喜欢。有那个复古的颜色，还有刚刚那一件，刚刚哪一件？刚刚哪一件？那个娟娟嘛，你可以给我尺寸吗？不，你是可以给我颜色，这一件吗？这一件吗？是吗？娟娟嘛，是这一件吗？粉色蓝色的，我有点搞不清楚是哪一件。那个宇威吗？我告诉你，如啊，你的尺寸是80，对不对？你的尺寸是80，你拿80其实可以耶，你拿80其实可以耶，因为我女儿94公分，她也才穿100而已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拿80是可以的。那个娟娟妈，你是说这一件吗？因为我不确定你是不是要的是这一件。对，如果是的话，你答是，好不好？如果是这件，欢迎打四给我。这一件里面可以不用再加，有为嘛？那一件里面可以不用再加，那一件够厚了，里面不用再加衣服了，不用再加了。蓝色哈，好来，娟娟妈帮我截图。然后宇威嘛那一件啊齁，你只要外面再加外套就好了，里面可以不用再加衣服了。来再推一件这个外套，这一件外套超级无敌可爱的，这件外套超可爱的，小花花，微笑小花，然后口袋有做毛毛的口袋，重点是这个一圈的领子花瓣领，然后还有做小耳朵，厚款的帽子也有加厚，整个都有加厚哈。来这件80、90、100、110，80、90、100、110，390一件，390要兔兔外套哈，背心没有到货。那个 BB 妈来帮我截图。那个最近没有背心，哦，来这一件，还有一件这一个，这个也剩下来这件尺寸剩下80跟90两个尺寸，80跟90，莎莎的球球很可爱，这件真的是超级无敌可爱的，
内里也是铺毛的哈，内里也是铺棉的，也是厚款的，沙沙的球球很可爱。这件尺寸80跟90，剩下两件了，也是全部都光了，剩下80跟90，390一件，很可爱的小裙子，很可爱的小裙子，尺寸80跟90，390一件，390一件，很值得买，这个真的很值得买，超可爱，超可爱的，剩下两个尺寸而已了，也全部都光了。妈咪们还有想要看什么吗？雨薇嘛，因为我的背心你都已经看过了，就是没有新款背心，就是你都看过了，我就没办法再推你了。还有妈咪们想要看什么尺寸，想要看什么款式吗？跟我讲一下，我赶快拿出来给你们看，因为我现在有点就是不知道要拿什么东西给你们看。来这一件。红色还有红色裙子吗？尺寸80、90的，对不对？80、90的有点难了。我现在其他的红色啊，这背心裙可以吗？背心裙可以吗？呀，我旧款的，因为80、90都没有了，但现在100、110了。这一件我很推，兔宝宝的，然后有一圈的珍珠，这一件超级无敌贵气的，超级无敌可爱的。你里面只要搭一件我这样子黑色的那个黑色的内搭，黑色、白色、粉色内搭都可以，都可以搭在里面这样子。然后是毛毛的质料，是毛毛的质料哈。来这一件今天的新款，390一件而已，390一件而已，质料做的超好，它做工做的很细。这个整个做工做得很细，然后这个兔宝宝还是毛毛的兔宝宝，立体毛毛兔宝宝。来这件390而已，这件也可以推你，红色的。这件80、90，80、90，100、120，100没了。上面是不是珍珠掉了？没有啊，珍珠没有掉欸。它下面本身就没有珍珠，下面这边本身就是没有做珍珠的，然后其他的一圈珍珠都在，一圈珍珠都有。来，这尺寸80、90、110、120，珍珠在啦，珍珠在。有啊，娟娟妈咪那件有红色的兔兔吗？80有，80有，这个有80的，你要这一件吗？红色的这一件吗？80的，要的话帮我说要，红色80加一，好，来帮我截图。哇，雨薇妈慢一步，那一件有粉色的，还是要看粉色的。雨薇妈慢一步，来这件雨薇妈，来这一件红色的也可以推你一下，它是套装，上半身是草莓的套装，然后下半身是红色的裙子，它有附一个针织的草莓包包，这样子一整套的，然后它后面还有做草莓，很可爱，这件还有做草莓，对，很可爱。这样子一整套的，这样一整套，然后还有加一个草莓的针织包包，一整套的，这一整套390，尺寸是80，一整套390，尺寸80，三件套，对，你看一下这一种的，你 O 不 OK？有娟娟吗？我有给你截图了，我有给你截图，谢谢你。然后有妈咪喜欢这一个吗？大雪梯帽梯，有下面有一个熊熊，今年很红的这个熊熊。来这一件90、100、110、120、130，尺寸都有，厚款的，外面是做 QQ 毛的质料，对，然后内里
有加厚，内里加后面，290一件，大学T，穿起来很可爱。哦，你要看旧款的背心哦，我看一下旧款背心的尺寸。来这一件，你有看过吗？粉色的，有开口的，这边细节都有做到，做得很美。这一件尺寸80，最后一件了，尺寸80的，全光了，290一件，尺寸80的粉色背心。你要这件的话，帮我打粉背心加一，好不好？现在背心尺寸80剩那一件了，没有了，其他都大尺寸了。背心胖为什么长霉菌？对，那件背心我没有了，剩下大尺寸没有了。对，那件背心你可以看一下，那个 O 不 OK， 喜不喜欢？来，都有虾米呢？都有虾米？会使互恁看。然后这里有一件草莓的背心，草莓的背心，可是这件的尺寸是90，这件尺寸是90，但是真的很可爱，整个后面翻领草莓，然后前面这个翻领草莓，尺寸90，290一件，这件超可爱的，也可以推荐给各位妈咪，看各位妈咪有没有喜欢这种背心哈，290一件，尺寸90，剩最后一件。妈咪们想要看什么尺寸，想要看什么款式，赶快跟我讲一下。来，这件也推荐给大家，熊熊的上衣。来，外面是这种水貂绒的质料，内刷毛，下面是一只熊熊，很可爱的熊熊上衣。这个尺寸是下90跟100两个尺寸，很可爱的粉色熊熊。然后它里面有金虫亮亮的，有看得出来吗？有金虫亮亮的，290一件，尺寸下90跟100，290一件，这件也很推，也很推。来，还有紫色的，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尺寸是110的，紫色的这个剩下最后一件，尺寸110的，哦，也是没有了，也是全部都卖光了，哦，也是290一件，有没有110的妈咪？有110的妈咪想要吗？尺寸剩下110的，290一件，逛光了。然后裤子，刚刚有妈咪有看到裤子吗？今天的裤子，今天有一件新款的裤子。厚款的有一个小花花，厚款的裤子，内刷毛也是290一件哦，也是290一件，这是今天的新款，尺寸有80、90、110三个尺寸，80、90、110三个尺寸，这个也很推，因为那个厚款的290一件而已，厚款的裤子290，这是外面买不到的价钱，你看我的价钱，这是外面都买不到啊。来这一件。来这件草莓，尺寸80，也剩最后一件了，全光立体的草莓，立体的草莓，尺寸80，剩最后一件了，全部都光光了。有没有妈咪想要的？有没有妈咪喜欢？290一件，尺寸80，290一件，做立体的草莓哦，这草莓做得很好，立体的草莓，290一件，290一件，全部都卖光了，全部都卖光了，真的下面很好搭，我的裤子几乎都可以搭。那你像我这样子，你看。配黑色的，不管是裙子啊，或是牛仔裙，然后吊带裙都可以配，都可以配。来290一件而已，草莓立体草莓，尺寸80，尺寸80的。妈咪们还想要看什么？还想要看什么呢？哦，那个外套、上衣，或者是洋装。
来，这件洋装我也退一下。八十的都好可爱，小尺寸都超可爱的。来这一件，现在才看到通知，哦，有点晚哦。来这一件，过年可以穿，去喝喜酒可以穿，跟长辈吃饭可以穿，像这一种的，质量超级无敌好的，质量超级无敌好，内刷毛，内刷毛的蓬蓬裙，细节有看到这个细节吗？整个都有做到，很美。来这件尺寸100、110、120，尺寸100、110、120，做特价390，做特价390。有没有妈咪想喜欢这一种？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纱裙。但是我虽然是做特价390，我要跟你们讲哦，它绝对是外面卖到790以上，690也绝对都买不到。你们拿到这个资料就知道了哈，是我真的卖得很便宜。我现在做特价390，尺寸100、110、120，大家都可以赶快抢。它不是那种很便宜的洋装，它不是，对，它是很好的洋装，资料超好的，110哈，好。来，那个 ，Hello， 那个彩鱼妈咪，我刚刚一直在想，完蛋了，我要怎么念？细沙嘛，来，我给你看镜头，它像是这样子的。这样子的纱，不是那种粗粗会刮身体的，不是软的纱，软的纱不是那种粗粗会刮身体刮皮肤的，不是，绝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彩鱼，我刚刚就一直在想，是吗？很便宜，摸起来很舒服。那个 WNG 妈咪，你回去你摸了就知道，如果不舒服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直接退你钱。对，我跟你这个我是真的可以挂保证的，真的可以挂保证。对，因为它绝对是舒服的质量，你摸了就知道了，你会一定会觉得你100%赚到。我在直播上面我都敢这样子讲了，你更不用担心。对，来这一件，外面是这一种很舒服很软的毛毛质料，内里铺棉，真的不要，因为我真的是我卖便宜，真的是我卖便宜，他们本身都不是这样子的价钱，真的是我卖便宜。来那个 WNG 妈咪这一件你也可以看看，你有没有喜欢这一种宫廷风的。来，它外面的纱做的超美的，细节也做的超美的，然后后面它也是用纱去做绑带的，整个细节都有做到。这个也是一样，我做特价390，尺寸110，剩下最后一件了。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可以拿，尺寸110，剩下最后一件，也是做特价390的，非常非常可以拿，很便宜。这个绝对你们在外面拿，一定要到七八百块，绝对要，绝对要。我就是做特价390，就是做特价390，很可以带，很可以带。有尺寸110的妈咪很可以喊哦，非常非常的可以喊。我也是全部都卖光光了，剩下就宫廷风的很美，这件真的很美。对，这可以很推。来，这件也是哈。对，谢谢彩鱼妈咪，谢谢你。
来，这件也是质量超级无敌好的，像这，然后前面是做这种，也是铺毛毛，这连前面这个毛毛都是很舒服的毛毛，那里也是铺棉的，那里也是铺棉的。比比妈咪 ，Hello， 来，橘子的衣服怎么？我现在都没有时间要出清橘子的衣服。来，这件洋装，这件洋装尺寸100跟110的尺寸，100跟110两个尺寸，然后你们，然后给你们看哦。谢谢小妞妈咪，谢谢你，谢谢小萌小妞妈咪。来，这一件整个纱都有做亮亮的，纱都有做亮亮的，然后也是一样内里铺棉的，也是内里铺棉的。来，这一件我也是直接做特价390了，尺寸100跟110两个尺寸，直接做特价390。纱裙都在看看，在选择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个慢慢看。来，这件也很美，这件也很美好，尺寸100跟110，这件110好好。你不知道都来看看，90吗？哎。哦，彩云妈咪，因为你刚刚那个你晚来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上新款，来 WNG 妈咪给你截图。彩云妈咪来推你一个，这个超级无敌推，那个你有没有在群组看到我女儿穿这一件复古风的这一件，超级无敌推，我女儿穿起来爆炸好看的这一件，我之前这个也是我又追加的，我女儿之前穿了这一件以后，很多妈妈都疯狂了，这一件很美很美。啊，比比妈慢了，对你慢了，这一件390，这件390今天追加过来的，很美，这件穿起来真的超级无敌好看，也是一样，整个铺后面，整个是铺后面的，质料超级无敌好，买到赚到，真的买到赚到，非常的推荐你这一件。纱裙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推你们的，就是复古黄，就是只有它只有黄色，它就复古黄。来，这一件比比马，这件也可以推一下哈。来，这个整个你们看，冰雪的纱做得很美，细节整个冰雪的纱的细节都有做到，然后手绣也有做到哈。这一件很美，超级无敌美的，尺寸110、120、130、110、120、130。来，这件也直接做特价390了，直接做特价390，很美。整个后面都有做冰雪哦，整个后面冰雪都有做到，110、120、130，细节都有做到，很美。这件的110哈，好，那哎，这件直接就有，来 WNG 嘛，来。
飞吗？你的网速是不是比较慢啊？是吗？也是网速比较慢。来，这件也来给你们推一个，好，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纱，这个纱也做的超级无敌美的，细节也做的很美，整个细节做很美，质量也是超级无敌柔软舒服的质量哈，也是一样内铺棉的，都是一样的哈。来，这件尺寸110跟120，两个尺寸110跟120都直接做特价了390，直接做特价390。我真的要跟大家讲，我的这一些纱裙外面，你连光390都不一定买得到下半身。我来一整件事的直接做特价390了。尺寸110跟120，两个尺寸110跟120了哈，110好，来 WANG 码合定。Baby 码，你是哪一家的啦？网速怎么会这么的慢？你是哪一家的？网速真的太慢了，不可以，赶快调网速，赶快调好一点的网速。哦，我没有特价的洋装了。来，这件也推一个，这件很有气质的洋装。好，边忙边喊。有没有宽版的裤子？没有，因为那个彩玉妈，你不要那个，不要刷毛，对不对？内刷毛的，然后现在全部都有内刷毛，所以不。来，这一件推个尺寸100跟110，现在这个尺寸100跟110的，它不是纱裙，但是它这个是做毛呢的，质量也做的超级无敌好的，然后你们也是一样可以看一下它的打折，也折数折的非常的美，然后细节也整个做的超级无敌美的哈。现在这个尺寸100跟110两个尺寸，然后这一件做特价350。哎呦，这个做特价350，非常非常推，尺寸100跟110，特价350。裤子吗？那个，厚款的吗？厚款的裤子吗？那个内刷毛的厚款裤子，如果是内刷毛的厚款裤子的话，还有几件，对，但是不多，还有几件，但是不多。有刷毛哈，对，那个 WNG 码我的都是比较厚的，对，来这一件彩鱼码你有看过吗？这一个是，哎，彩鱼码你是什么尺寸？我不记得耶，我不记得呀，你是什么尺寸的？来这一件尺寸是你告诉我你是什么尺寸？这我的手上这件尺寸是110的，对，内刷毛的290。然后妈咪们，你们要裤子的话，都可以告诉我尺寸是多少，我找一下有没有尺寸。没有，90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来，这一件黑色裤子没有特价，
因为我的裤子已经是那个最低价了，没有办法再特价了，已经撩紧了，没办法再特价了。对，因为我裤子就是如果没有内刷毛的话，就是190，有内刷毛就290。对，价钱已经真是便宜到吐血的便宜了。来这一件那个彩云麻，这件90的黑色格子兔宝宝的，这件90，290一件而已，290一件。然后。蓝纱可以近看吗？蓝色的纱裙吗？好，等我一下，因为蓝纱好像，我等一下看一下尺寸，还有这一件黑格子的兔宝宝，黑格的兔宝宝这一件也是厚款的内刷毛的，也是290一件，厚款的内刷毛290一件，黑格子。有，我现在90剩下那两件了，来蓝纱的 BB 麻来给你，可是因为蓝纱的这一件我没有办法做特价，这一件我拿真的是太贵了，我没办法做特价，很抱歉。对，可是还是可以给你看一下哈，来纱是做整个这样子，没关系，彩云麻没有关系。也是一样，整个星星那个星星亮亮的纱，然后整个珠珠做的细节的，这个是灰姑娘的，这件是灰姑娘，然后她还有做这个披肩，还有做一个披肩，这件尺寸是110的，但是490，这个我没有办法特价，这个我拿真的是太贵了，490一件哈，蓝色的也剩下最后一件了，也没有了，490一件，然后它有粉色的，一模一样的有粉色的。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喜欢，有喜欢的话我再拿粉色出来给你看。其实说真的，我490真的是也是便宜到爆掉。来 BB 妈给你，因为这种啊齁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做的那么精致的啊齁，就是我在网络上面有看过，没有做的那么漂亮那么精致的啊齁，都要590以上，都没有做的那么漂亮，都要590以上。那有我这么漂亮的，我跟你讲那就更贵了。彩云麻，你要蓝色的裤子吗？哦，他要蓝色，我还以为说你要蓝色的嘞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要蓝色的裤子。那如果说那个 BB 吗？如果490，对，我有看到 BB 吗？如果你觉得490的价钱你是可以接受的话，我再推一件给你，这一件很美。来，我先给你看一下。整个也是做亮片的哈，整个也是做亮片，质量超级无敌好，上面都做冰雪的造型，一样都是厚款的，都是一样内刷毛哈，而且内刷毛都很舒服，它领子也做得很美，都有做冰雪造型，重点是它的大披肩，它整个是做大披肩的，整个大披风做得非常非常的美，这一件效果超级无敌好的，粉色的，这件尺寸80。这件尺寸有80、100、110，是490一件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个人家这一件，我真的是挂保证的，外面890都不一定买得到，890都不一定，真是挂保证。这一件穿起来效果超级无敌好，超好的，490件，80、100、110，三个尺寸，80、100、110，好，很美，非常非常的美，超级无敌美的，尺寸80、100、110，490一件。这件也没了吗？
以跟刚刚那件粉色放在一起吗？你说蓝色的洋装吗？蓝色的那一件跟粉色的放在一起吗？是吗？冰雪跟灰姑娘，好。我挂起来给你看。灰姑娘，冰雪。这样看得出来吗？都有做披风的，都有做纱的披风，拿远一点，这样子，这样看出来吗？两件粉，冰雪跟灰姑娘两件粉，什么意思？你说粉色的灰姑娘的粉吗？是吗？蓝色好看，真的。蓝色也真的是最后一件，然后你是还要看灰姑娘的粉色吗？是这意思吗？要看灰姑娘的粉色吗？你要看灰姑娘粉色的话，我在哪？那个是哈，灰姑娘的粉色。来，灰姑娘粉色在这边，然后冰雪在这边。对，没错，很爱杀。这样子看得出来吗？这样子。90，因为都光啦，因为都光啦，都卖光了，所以没有了。哎，我刚拿了一件，在这边，看一下这个尺寸。来，这件有90，这件那个彩鱼吗？给你看一下，这一件有90，90、100、110三个尺寸，这个就是比较复古的一点的感觉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但是它的裁缝，它的那个细节真的做得超级无敌美的，质量也是超级无敌好的，也是一样内刷毛的哈。然后做蓬纱的，做蓬纱的，来这一件有90、90、100、110三个尺寸，直接也是做特价390的，直接做特价390的。好，来三个尺寸，90、100、110。三个尺寸也是做特价390的，你们看一下这一种的有没有喜欢？因为其实说，我真正讲，老实讲，这一种很复古的感觉，板娘是最喜欢的。其实就是我板娘，我很喜欢复古风，对。然后它这一种，它是做的非常非常的精致的。刚刚你喜欢那一种比较。不喜欢，应该是说比较不喜欢这种那么复古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比较复古的感觉。对，这件我超爱的，90、100、110，也是大纱裙，而且其实这一种啊，都是长辈会蛮喜欢的，像这种很复古的感觉，都是长辈会蛮喜欢的。所以我是长辈吗？来，我再推一件这一个，也是比较是比较中国风的一点的哈，过年很可以穿，那跟长辈吃饭也非常非常可以穿。然后因为它不是那么红色的，所以很
平常的时候也可以穿，不是只有过年的时候可以。细节整个都有做到，这件我也是超爱的，细节整个都有做到。还有附一个小包包，还有附一个小包包，也是一样毛呢的质料，质料超级无敌好的，内里也是铺棉的，这件我也是超级爱的。来，尺寸101跟120两个尺寸，101跟120两个尺寸，490一件，490一件，这一件也超级无敌美的，490一件，两个尺寸，110跟120。来，有妈咪想要找那个吗？过年穿的吗？过年穿的这一个红色的，很适合过年穿。那之前的是圣诞节也可以穿，然后也可以去那个去跟长辈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穿。红色的也是大蓬纱裙，大蓬纱裙。仙女款，没错，对对对，彩鱼妈，对你喜欢的是仙女款的，没错。然后他有附一个小包包，也附一个小包包，这个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尺寸110的，剩下最后一件，尺寸110卖390而已，也是一样，内里刷厚毛，刷厚毛的，过年可以穿。有没有尺寸110的妈咪喜欢这一种的？390而已，非常非常可以喊下来哦，很，因为质量真的好，质量真的好，390而已，尺寸110。来，再来一件过年穿的，但是它是比较有一点学院风的造型，比较特别，有一点学院风的造型，比较特别一点，这样子的。来，假两件式的感觉，也是一样做蓬纱，也是一样做蓬纱，吼，内里也是内刷毛，也是内刷毛。来，尺寸也是110的，也是390，也是390，很特别。像这一种，后面还有做一个小翻领。像这一种啊，就是过年也可以穿，平常也可以穿的哈。手袖也是做这一种，很好看。整个里面都有内刷毛，里面整个都有内刷毛哈，也是390一件。这个也是尺寸110，剩下最后一件也是全光了，全部都没有了，也很美。这件也很可以拿哦。来，这一件尺寸90跟100两个尺寸，90跟100两个尺寸，整个也是做蝴蝶结的翻领，然后有一个包包，里面也是内刷毛，里面也是内刷毛。来，这件也是390一件，也是390一件哦，这一种的390一件，厚款的，而且翻领是做蝴蝶结的翻领，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很美，这件超级无敌美的390一件。好，妈咪们，因为今天超那个播的东西差不多了，然后大家各位妈咪们，你们都可以截那个，可以看回放，然后截图给我，告诉我说想要什么那个尺寸啊、款式啊，问我还有没有。然后那个今天有帮我喊单的妈咪，记得全部都要截图私讯我，拜托一下哈，一定要截图私讯我。想要看上衣吗？110的对不对？尺寸110。尺寸110的上衣对不对？来 ，WNG 妈咪推你一下这一件，橘色的小花，水貂绒的质料，质料超级无敌舒服的。这一件也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尺寸是110的，然后290一件。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橘红色的，橘红色是尺寸是120的，黄色的尺寸是110的，也是全部都光了哈，290一件。像这个橘黄色的小花，对，你就可以看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一件我也超推的，质料超级无敌好，超舒服的，290一件而已。来，这一件重磅针织，它有黄色跟 Tiffany 绿两个颜色。好，来，这一件尺寸是
这件尺寸是80，有110，有120，有110，有120的。好，这件也是要290一件，290一件。哦，这件尺寸90的，对不起，这件尺寸90，有110跟120的，90、110、120都有。对，290一件，这件我也推。然后手袖有做这种很可爱的手袖，好，290一件。来，这个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剩下最后一件大翻领的哈，里面的白色的针织里面都有做彩色的针织，这一件尺寸是120的，尺寸120针织的哈，290一件，120的剩下也全部都光了，剩下尺寸120了，最后一件了，你这件也可以也推你一下。然后还有来这一件，整个翻领后面也是整个做大翻领，很特别的针织上衣，来这一件有110跟120两个尺寸，110跟120两个尺寸哈，也是一样290一件，290一件，这件也可以推你一下。然后还有这两件，都是比较复古的颜色，复古红、复古绿，对，两个颜色，尺寸110、110、120都有。对，两个颜色，尺寸110、110、120都有。翻领会动吗？翻领会动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个翻领是这样子的翻领，它是就这样子，这样子的翻领。然后小孩不爱翻领哦，那你就可以，如果说不要那个。会翻起来的那个翻领的话，这一件你就可以看这一件，它只有做下面这样子而已。对，只有做下面这样子而已，不，没有整个翻起来的，这件你就可以看。好，来，妈咪和你截图。九号是几公分吗？九号是几公分？妈咪，因为每一家厂商啊，哈，他们算的13579240680的尺寸都不一定。尺寸都不一定，所以以公分数来算是最准的。对，因为有一些九号是100，有些是110，对，尺寸都不一定，所以我们以公分算最准。来，还有这种的针织，六号吗？六号很多都是80哎，很多六号都是80，但是不一定，很多不一定，因为有些也是四号会做80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也会三号做80，所以不一定。以公分数算最好。来，这一件我也推你一下哈，针织的，有一点点的小高领，不算是高领，有一点点的小高而已哈。来，整个麻花的细节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整个麻花细节都有做到。来，这件尺寸有80跟120两个尺寸，都是290一件，尺寸有80跟120哈，都是290一件，橘色的这一件。来，后面整个麻花细节都有做到，整件都是有做麻花的。来，整个手袖有做这种手袖，缩口的手袖做得很可爱，290一件，这个120好好。来，120的还有什么可以推给你的？
这一件也推荐给你，蝴蝶结的，它是做蝴蝶结的，蝴蝶结的，然后也是细节，整个豆抓，整个针织的细节，麻花的针织细节，整个都做到，做得很美。这一件有110跟120两个尺寸，110跟120两个尺寸，也是290一件，蝴蝶结的，很美，这件也很美，也是全部尺寸都光了，剩下110跟120。对，这件你也可以看一下，你有没有喜欢，做粉色的，很美。然后还有来这个也是翻领的，也是做的很特别，也是翻领的针织的，这个翻领它也是下面翻领而已，好，然后后面整个针织的细节也都有做到，也做的很美。来这个有80 100 120 80 100 120三个尺寸，橘色的，橘色的颜色做的很特别，很美，80 100 120三个尺寸，也是290，都是290。来给你看一下细节，整个细节都做的很美，80 100 120也是要290，你看一下这种的有没有喜欢。然后这件樱桃的这一件啊，是在做特价的，大翻领的齁，橘色翻领齁。来给你，然后樱桃的这一件啊，吼，尺寸是剩下110，对，最后一件剩下110，它也是我做特价了，这一件是做特价200块一件的，整个做的是这种花瓣的翻领，很特别的花瓣的翻领，然后后面也是整个都是做花瓣的翻领，这件尺寸是110，剩下最后一件了，吼，也是这个是做特价200的，你看一下这一件有没有喜欢，特价200的。然后这一件也是麻花的，也是麻花的，这边整个是做很特别的麻花的，这一件尺寸110，然后它有米白色的，米白色的尺寸有120，这件尺寸是110的，米白色是120，对，这个这两件你也可以看一下，也是一样，都是290一件，都是290一件齁，你可以看一下这种的有没有喜欢。来，整个麻花的细节很美，给你看，这一件我也很爱。好，妈咪们，你们还想要看什么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今天就先休息。因为这两天小孩子放假，但我带着好心累哦，超级无敌累的。好，妈咪们，你们有喊单的妈咪记得全部都要截图给我。那没有喊单的妈咪全部都可以加我好友。好，然后可以跟我要粉专，可以跟我要群组，里面都会有开播的时间，还有孩子的小朋友的穿搭照，对，都可以。你们都可以进来看看，好好，那个我先，对，比比妈咪晚安，来先这样子咯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见咯，明天还是会开播，几乎每一天都会开播，好好，晚安咯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那都可以看回放，截图私讯我都可以，好，谢谢各位妈咪，晚安，拜拜。